看下面经文。又舍利弗，极乐国土，其从南巡，其从罗网，其从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好，开始是总标，下面具体的展示，它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称为乐？啊，这就是这紧接着上面的这样的文句下来。那么首先所表示的南往行树，是介绍往生者的居住环境、生态条件。这些我们都要去熟悉，这个极乐世界我们即将要去的地方，在去之前就好像你要买一个房子，你得要到周边去查看一下地段怎么样，房子怎么样，熟悉熟悉。现在我们也是先热热身，先熟悉一下啊，这是我们即将要去的地方。哦，这一看要去的地方这么美好啊，啊，这个其从南巡啊，这个南巡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啊，这个栏杆呐、啊，要做一个小围墙似的啊。这个横的叫南，竖的叫巡啊。一般建筑物外面啊，它会围，还有树木比较好的树木，它也会围一圈啊。为什么围一圈？树木围一圈，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防止其他的牛羊啊，把这个树给破坏了，啊，另外呢，它也有美观的这种效果，啊，那极乐世界它的宫殿、楼阁、宝树外面都围到这个南巡，啊，那么这个南巡不是我们这个世间的砖木结构。它都是珍宝合成的，啊，那么比如一丛树外面啊就有一道南巡，啊，那树上又有一层罗网覆盖，啊，那这个七丛，它不仅表示只有七，它是表示重重无尽，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这种行数不仅仅是七丛。它七重又有七重，七重又有七重，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啊，它就，哎，你就重重的都是金银琉璃玛瑙这些珍宝来庄严的。这里是描写的非常的简洁了，但我们把观经和无量寿经把它结合起来都来看，啊，它里面就是富丽辉煌，啊，比如这个罗网它是由无量的宝珠用黄金的线把它穿起来的，啊，这个宝网当中是百千万种的珍宝来庄严的，宝网上还有宝铃，哎。这个宝还非常柔和，就像兜罗棉一样，啊，这个宝有种种的形状、颜色、光色配合得非常的美丽，而且它不需要人工去雕琢，啊，这宝网。再看这个树，西方极乐世界的树是非常多，遍布，就是它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我们说看一个生态有树有草，它就充满着生命力，啊，这个树就行行相直，啊，就是一行一行排得非常整齐，啊，那个金金相望，就是树干和树干之间都是有一种啊照应，相望就好像有一种亲和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是相背的，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正报
都是足上善人聚会一处，心和心都融在一起的，都有亲和力的。所以这个特点呢，是展示他的医报，他也有这种亲和力。树和树干和树干之间都相望，然后这个树枝，这个树的树枝跟那个树的树枝都是一样的长度，不是参差不齐的，叫做枝枝相准啊。然后这棵树和这棵树之间的叶子，叶子和叶子之间的正面都是相对的，叫相向，不是说你用叶子的正面对着我，我用叶子的反面对着你，那就不行。它啊相对，它就很细微的，都有一种很强的亲和力，那种对称感啊，一种辉映啊，一种配合啊，这个。那么它的花，树上有花，花是也是相互随顺的，花与花之间相互随顺，也不是逆着来的，不是别扭的，相顺啊。然后果子和果子是一样大的啊，果果相当。那你看，而且这个树一从南巡啊，一从罗网覆盖，有七重罗网，网与网之间又有很多的宫殿啊，这个树里面又有宫殿啊，叫500亿个这样的庄严的宫殿，像梵天王宫殿啊，宫殿里面又有童子，像天童子一样的，又有人在里面啊。那么这个树呢，它能广做佛事，因为这个树它的无论根茎枝叶花果，它都不是我们的木头啊，树木不叫树木，它是七宝为树啊。这个七宝为树，或者有一个宝作为宝树，或者两种珍宝啊合成宝树，或者三种珍宝、四种珍宝、七种珍宝啊配合来形成这个宝树啊。西方极乐世界珍宝，它是非常柔软的，非常透亮的，非常有光色的，所以这个宝树就能放出很多的光啊，光随着它的这种啊宝的这个性质又不同。你比如黄金它放的是黄光啊，白银放的是白光啊，这个琉璃放的是青光啊，这些不同的光色又相互的交杂在一起啊。然后这个树里面你看它是很静态的，实际上它又很有动态，它的花是可以旋转的啊，旋转的花它的光色就显得更为啊灿烂了啊，在花里面一旋转，就好像如意的宝瓶就能旋转出果实出来啊。哎，那么花这个树里面啊，它这个旋转还有很多宝盖，宝盖又能看到他方世界所有的景象啊，你想看哪个刹图的景象，你都能在宝树当中像一个屏幕都能看清楚啊。它是这样的宝树，这样的七宝的宝树是哎遍满整个西方极乐世界，一重一重的遍满啊。尤其这个宝树里面还有菩提树，就是阿弥陀佛成道的菩提树，它就珍宝就更多，光色就更灿烂啊，这个高度也超出一般的宝树啊。然后众生只要看到闻到这个菩提树的香味，看到菩提树的影子，树影啊，这个思维菩提树的功德，闻到菩提树的香味啊，尝到菩提树的果子，哎，他都能得六根清净，他都能够证得音祥人、柔顺人、无生法忍啊，以这个菩提树做佛事啊。那么树下又有很多草啊，这个草呢也是七宝的体性啊。这个天经菩萨讲，这个宝性功德草，柔软左右旋啊，
出者生甚乐，过家瞻林土。啊，就是它的巢不是我们这样的巢了，它是七宝的体性，是阿弥陀佛的无漏的功德显发出来的这个巢。啊，这个巢虽然是珍宝合成的，但它非常柔软。我们这世间的宝虽然它也想赏心悦目，但是它不柔软，它很硬。啊，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宝性草啊非常柔软，它都可以像那个很细微的那种细草啊可以左右旋转的。啊，一切往生者接触到这样的草，它就生出很殊胜的快乐。啊，是这个。那么这种草跟世间这个印度当时有一种很柔软草叫迦旃林陀，迦旃林陀最柔软的草跟极乐世界的宝性功德草来相比也是百千万亿分不能及一。啊，就是超过迦旃林陀。啊，那么这些你看这个南巡罗王行树，它都是种种珍宝合成的，然后周匝围绕，周匝围绕就是啊，他所居住的环境啊，都环绕，啊，遍及整个极乐世界的全部，而且这些珍宝里面又有香，啊，又有百千种香来合成在宝里面，所以这个香又有它的弥散性，一些众生闻到这个香都能够升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所以这个有时候讲这个七重，七重从表法的意义上来说是表七颗道品，啊，这个就是三十七道品分为七颗啊，四念处、四正勤，啊，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正道分，就分为这个。那说明这个七重呢，它是一个出世间的圆满的法的一个象征。啊，其实表圆满，表出世间法的一个意思啊，所以这些南巡罗王行树都是阿弥陀佛出世的善根所显发出来的，啊，既然是出世的善根显发出来，称性而起的，所以极乐世界的树不像我们这世界树，一定要种下去，然后慢慢子一层一层长高，所谓百年啊十年树木啊。西方极乐世界树是称性而起的，一起来就是这么高，啊，就好像极乐世界从莲花化身啊，也不像哦，先是婴儿两岁三岁啊慢慢长大，啊，西方极乐是在莲花里面，你一出来就是长很长大很长大的，啊，它是一个这样的特点，啊，这个称性而起，啊，这就叫表七颗道品，四宝表常乐我净，啊，这个四种珍宝是表达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德性的，啊，所以这样看起来，它由那个七的这个出世的善根以及常乐我净的德性，就周遍全部的极乐世界了，来在四相上庄严，在四相上庄严就能看到它的一种体性的一种无漏的功德，啊，所以我们看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相状的庄严都能够透视啊，关照到阿弥陀佛的无漏的功德，啊，这是啊南往行树啊。好，这个一般从自信来看啊，就是回归自信来理解南巡，南巡是表达我们的自信的万德纵横，啊，我们自信具足万德，它能够纵横啊，广布，这就是南巡，啊，宝网表达我们自信包罗法界，覆盖包罗法界，行树表达我们啊自信长养众善，这个树有长养的意思，啊，它透过树根、树枝、枝叶、花果，能长养它全体的一个啊一个功德，啊，《华严经》曾经有个偈子，讲这个啊树的这个
这种在修法上的一种对应啊。他这样表述啊，菩萨妙法术啊，生于执心地，信种慈悲根，智慧以为身，方便为枝干，五度为繁密，定业神通花，一切智为果。啊，你看这个，这种很形象啊，就是妙法术就代表我们的菩提树了。一个菩萨成就的菩提树，他首先要生于执心地，执心地就是要正直，要真诚啊。执心是道场，不能有机心，不能有弯曲啊。这是一个菩萨修行跟一般的凡夫不一样的。一般的人他觉得你不狡猾一点，不用点心机啊，他就干不成事，赚不到钱，当不到官，他就用心机。用心机这是修行之大忌。佛法的修行一定要执心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一般我们也会感觉到一个修行比较好的啊，尤其是出家人，一看他都比较直一点，直一点是好事。可能在世间法里面他可能太直了，觉得生存都有麻烦，因为大家都在用机心的这个环境当中，你太直了，你可就不是很难生存吗？啊，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执行啊。那么这个树是以它的信心作为种子的啊，是以它的慈悲作为它的根的啊。所以佛大乘佛法要讲信心，你没有信心的种子一切免谈。然后大乘佛法要以大慈悲心作为它的根，树根啊。这个慈悲心的根扎下去再长出来，有慈悲就会生发它的智慧啊，智慧就是它的树啊，树干啊，树干长起来是以智慧做树干。然后有智慧，这就是你的根本智，根本智你还要去度众生呢，你的要升起方便智，方便智就是你的由这个主干升起的枝啊，分枝，这就方便为枝干啊。那这个方便当中你就得要去做呢，就要修菩萨的前五度了，修福了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哎，你修这五度，就好像这个枝上有叶子啊，繁密的叶子啊。那么这个繁密的叶子里面，这个叶子禅定和神通啊，这个禅定是叶，神通是花啊，神通是花。啊，神通也是很有必要的哦。这个有时候在特定情况下，神通也是能够助扬佛道啊。但一般在这个浊恶的世间，这个世间啊，不能轻易去用啊。大乘佛法，它就分身他方世界，它有啊神通自在啊。然后最后的结果是一切智，一切种智为它的果啊。菩提树。修行最后的就是一些种子成佛啊。那么你看极乐世界，我们看到种种的行树都能够，它这个树里面的种种枝根花叶果，它代表什么？都是代表这些阿弥陀佛因地当中这么多的修行功德所庄严的啊。那么透过这个，我们肯定往生者他一定会回光返照啊。阿弥陀佛把他自信万德纵横的自信表达出来，就是七重难寻。我们众生也有，但是我们的难寻呢，自信的难寻，这种万德没有去持戒，没有修禅定，都没有了。所以这个难寻呢就不存在，不存在，你的保护的功能就没有了。所以我们邪魔外道就可以进来了啊，用他的斧头把我们的法身慧命砍伤了，
劫持功德法财了，啊，你看看现在昨天讲啊、哎、这么多附体的，你附体为什么？首先要从自身去找原因，你的保护的功能没有了，这些附体的才进得来啊，一定是你自己招来的，啊，所以这个时代千万你不要去贪求神通，不要贪求感应，不要贪求善巧，不要贪便宜，老老实实念佛，啊，建立我们自信的那种难寻保护的功能，啊，那么我们的自信可以包罗法界的，啊，这个保网，啊，是能够给众生一种安全感的，但是我们这个自信呢，都被那些啊这种人我是非给他搞得啊昏扰扰之相啊，保网也没有了啊，这个行数也没有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东西，我们要重新建立我们自信的南巡罗网行数，也要用七觉知啊，37道品的七颗道品来建立出世的善根，也要用常乐我净的涅槃的体性来庄严啊，这就是啊第一个南网行数。